好可怜哦，真的是工具人哎。有奖励吗？谢谢你帮我收拾垃圾，获得150大洋哦，是啦，不是免费帮忙 ，OK 啦 ，OK 啦，那 OK 啦，如果不是免费帮忙，我就 OK 啦。我都免费帮他嘞，想到就堵拦，不要。欢迎光临，诶，局长怎么在这里啊？我在这里打工啊，不闲聊，你要点什么吗？购买炸松果，吃了让人精神百倍吧。撒尿牛丸松饼。深鲑鱼卡士达松饼，青草松饼。学长的手工饺子，听说他手艺非常的怎样？来买看看。啊？喂，高杰华纳维修，干嘛？帮我买晚餐，你要吃啥？帮你买个，帮我买个蓝钻鲜虾明太子意大利面。哪里有卖啊？等一下，有办法先吃吗？全部走掉了，全部交掉了，帅哦！别相信你所相信的自己，要相信我所相信的你、啊。那你相信我是什么样子？工具人，闭嘴！哦，所以惊叹号应该是可以互动的吧？少年啊，看你天顶盖，顶上充满了大量的氮气以及氧气，还有少量的二氧化碳。每一步，每踏一步，还有少量悬浮微粒从底下往上飘。更不用说，看你的血色红润，肝态良好，绝对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空顶奇才。城市语言的历史到一百年吗？我不知道。相信你的牌子，所以我决定把这本书《Vinity》。入门指南打一折卖给你，还附上我所设计的习题，只要打完还有机会以我的名义发布到 PlayStore 上面，这个机会实在千载难逢，要交出一百大洋吗？啊，记得在这里边把习题工作完成。靠 U 啊，怎么被骗的感觉？从零开始，而且为什么他给完就消失了？等一下，什么鬼啊？从零开始供你生活，市值强力推荐，关我屁事啊！我靠，相信你的牌子，相信你个戏啊！你知道沙威玛是什么吗？是那个吃起来甜甜、看起来四四方方那个吗？那是沙琪玛，沙威玛是用来洗澡的，香香的，那是沙威玛。沙威玛是吃的啦，哎呦，就那看起来很像一个倒的水滴，那个四四方方点点是沙琪玛，沙威龙是用来洗澡的，白痴哦、喔！这笑死我，肚子好痛。若你拥有强大扳手，或许帮得上忙。强大扳手，所以扳手还可以提高能力，是不是？因为我记得着装这边有看到一个扳手啊。这有人。根据英国研究指出，戏边的人数其实比活跃的人口还多、哦。那为什么戏边还叫戏边呢？这就贵族为什么叫贵族一样，血统根本不分高贵卑贱，只要愿意相信他们才存在。是什么逻辑？感谢飞天意大利面怪物让我人生过得如此充实。阿门。飞天意大利面怪物是怎样？三位马的到底？嘿、hey, ，命516你好，安安。这对话没有理我，没有东西哦。哎，买个饮料好了。加盐咖啡，加盐奶茶，加盐可乐，加盐雪碧，加盐米加，加盐柠檬茶。为什么每个都要加盐啊？不懂哎。怎么感觉是在贩卖机的饮料，怪怪的。办公室。教室，这不是刚刚那战车吗？为什么要站那么边缘呢？他是边缘人吗？教室，怎么了？这有东西的样子，成为
获得第一次成就就工具人上手，这感觉很实用，实用你个毛线球啊！你那么想当工具人是不是啊？我操！我就知道随便找一找一定都会有。跟你讲个鬼故事很恐怖哦，可以说不吗？有一天我的意见呢，我半夜起床撇个尿的时候，我发现呢，我他妈的双人床里面，双人房里面怎么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两个人啊？他妈的室友居然没塞200块在我桌上，所以我现在一个人住双人房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说好的鬼故事呢？等一下，为什么？我不懂哎，等一下。双人房除了他以外还有两个人，室友没塞200块在他桌上，什么意思？现在一个人住双人房，我不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这台坏掉的饲料机需要加倍，装备扳手加6才能修复。双大湖附近好多鹅在游了，真不错。月底不怕没肉吃了，宿舍有厨房，真是太好了。看，不好吧？今天被女朋友劈腿了，拍拍，我看你头顶绿绿的，不意外吧？靠 U 啊！看你头顶绿绿的。有一阴先拆坐垫，那是要到加8才有办法吧？我才梦想为何物，无法实现的东西，不要那么中肯好不好啊？那我这有一次我去看那个一个活动，然后我看到一个实况的人，他就在那边讲啊，说什么是梦想？梦想就是你实现不了的，那才是梦想嘛。对，你讲一个你会实现的东西当梦想干嘛？听说最近初音的歌要 新歌要出了耶，别说了，只是个车欠骨哦，软骨，你才软体，你前叫软体，那跟骨软骨有什么关系？哦，他想说车欠骨那个曲豆那个吧，北兰，你觉得花叉鸡面和阿沙桶面哪个比较好啊？花叉鸡面吧。哦，那我现在就在宿舍花叉鸡面报复室友吧。啊？花雕鸡面跟阿 Q 桶面哪个比较好？为什么要说在宿舍报复？不懂了，感觉这里面有很多梗都是我不了解的。哎，我们来猜谜，只要答对就可以获得10大洋，猜错要付出20大洋。柿子，为什么到哪边都有柿子啊？我靠！1+1=2啊，废话吗？世界上只有10种人，懂二进位和不懂二进位的人。室友闻到香味会受不了哦，是这样子啊。你好，安安。WDJH49，你安安。我可以请问一下，我有没有攻击键？我可以打死这个家伙吗？我的20块啊！刚才我完全不要拐了，很好。我好想杀了他、哦。算了，这边钱算蛮好拿的，就不要跟他计较了。这里还有一个人，据说只要把小绿锁起来，就能召唤上古神兽。什么神兽啊？油压减战士。啊，那跟小绿有什么关系？听说松大湖的鸭子有传送能力，不知道传闻是传闻现实，真是假的？我在昨天终于习得火球术了，原本以为自己是冰系的，你这个是单身多少年了？欢迎来到中央山脉附属国家公园。你这单身多少年了、啊？有种好悲惨的感觉啊！给了一条鱼，不如给他钓竿，我觉得还是给钱比较划算。中肯，还不要走在时尚时代尖端的，为什么？会被刺死啊！烤鱼，又有松果，这里真是收集松果的好地方哎！帮我评评理。我室友每天都在看一些奇奇怪怪的动漫，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了。你自己还好意思说，每天只要看韩剧，根本没有在乎过我。先别说这个了，为什么你们性别不同却还是室友啊？
哈哈不科学啊！而且重点是那男的讲的好暧昧啊，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鳗鱼叫鳗鱼，这从来搞不懂。因为我看过啊，它游很快啊。松苑广场，这里真是好地方，时不时就有小学生过来。校内还有附设幼稚园，摇摆的裙子底下充满了无尽的希望。住几天就在大门口，我相信那里更适合你。你那个死变态！虽然我喜欢小孩子，但我没有到你那么变态的程度。因为我的存在感太低了，之前曾试着将学生证丢到走廊上，期待着被登到校板刷一波存在感过。结果呢，被校工捡起来，然后丢到垃圾桶了。你这已经不是存在感低的问题吧？我觉得是你人的问题啊，人品问题啊。跟你讲个豆知识啊，警卫室旁边有打气筒哦，这样啊，谢谢。不过在下平常吃喝拉撒睡都在研究室，也没机会洗脚拉屎就是了。节哀顺变，好可怜啊。哎，好，我以为刚刚那边有闪了一下。身为优良的在校生，每当毕业生回来学校草皮上拍婚纱照的时候，就会大喊：“请勿践踏草皮啊！”哦，是啊。松央山水甲天下，何不自挂东南枝？挂起来，挂起来！我真想把自己挂起来。这有东西吗？大地与天空的夹缝中，似乎藏着什么？得到487.00000大洋，冠。487，什么鬼啊？要进商店吗？好啊，欢迎光临。炸松果，什么？好食品，这项商品卖出去绝对不是因为不好吃。蓝钻鲜虾明太子意大利面870块，有点贵啊，好贵哦，天啊！谢谢光临，终于买到，还真是贵啊，这东西。哎，我记得他说要买晚餐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到时候如果我有拿到加六扳手的话，我就可以那个喽。既然跑一个鸭子对话，看来你也是迷途上的边缘人啊。看你挺悠闲的，要不和鸭子们玩玩了、啊？我会将你传送到一个鸭子伙伴的身边，你可以跟任何鸭子伙伴对话，试着传送到神秘的地方吧，或许会有你想不到的奖励呢。你先去修饲料机，不然我兄弟没饭吃，懒得出门了、啊。有办法修吗？我没办法，我现在好像没办法修哎、欸，要去哪里才有办法修啊？不不不不不不不！哎，人的信用只要一张纸就可以打破，为什么？你有看过哪个说借一张卫生纸的人有还过？靠腰！所以那游戏根本就人生写照，为什么？一抽入欧，三抽法老，十抽直加一抽绝对超绝胜利。然而你的人生 online 的手抽却不是如此。好，真是这些人家讲话那么中肯吗？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不相信。但是看这表呢，他爱上我了吗？但是我爱上你的室友了，请帮我转交这封情书。去吃屎吧你！口香糖给你，谢谢你人渣，比如说赶快吃就对了。为什么啊？口香糖没有啊，我不要口香糖、啊。我不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不懂为什么要说赶快吃就对了、欸。好奇怪啊，你有什么阴谋、啊？如果人生还能重来，你想挽回什么？我想说幼稚园的我，不要妄想有一天能够脱乳。好呀。干，我可以用一句话证明你是个天生的工具人，信不信？帮我修电脑或脚踏车，你会选哪一个？脚踏车，看吧，你根本没有修的义务，还是选了一个来做。你不是工具人，什么是工具人？你怎么了吗？我的脚踏车坏掉了，你会修吗？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链条生锈，刹车比也该换了。我去帮你找个润滑油来。对了，还要升级一下扳手，等级不太够。什么鬼啊！
为什么你还要帮别人修啊？我天啊，真的是工具人呢、欸，有点惨啊。嘣嘣吧嘣嘣嘣。本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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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点什么？火？我不要。专心的点餐。要么就专心点餐，要么就不理我。黄豆磨成的姜已去渣，忘了加辣的酸不辣的。我不要，不要。还酸不辣汤，饿死了。你谁啊？关你屁事啊！乖乖给我问话不行吗？反正每一个都先讲看看，搞不好等一下我会意外发现就是有什么特别成就，对吧？这家我没有办法吃东西啊，他没有显示，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？你对我有意思吗？没有啊，你想太多了，孩子。那么这一节影片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下方点选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给予支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